我真的要走了，我赶时间，来不及了。婉婉，等一下。梁夏，你真的误会了，解释一下。梁夏，是这样的，你真的误会了，的确是我误会了，误会我能够打动他，误会他能够喜欢我，到头来我就是那个笑话，你们俩才是天生一对。安嘉欣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了。哼。猜一下吧，那个，赶紧去追吧，就说我是要摔倒了，你为了扶我才抱住我的。那你呢？我离学校近，洗洗就行了，快去吧。每次表白都出这些幺蛾子，难道我注定了是失物体质吗？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？不能这样去游泳馆，等回宿舍必须经过游泳馆。怎么办？罗婉，卢婉婉，哎呀，您能假装没认出来吗？好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迟到了？不是约我3点吗？你这假装也太假了。你头怎么了？干嘛包着？你想笑就笑吧，别忍着，我很坚强的。游泳馆就在边上，我带你去洗洗。谢谢你的衣服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本来特意去化了个妆，结果撞上了安嘉欣，他扶了我一把，被梁夏误会了。梁夏一生气就砸了蛋糕过来。他拿蛋糕砸你？不是砸我，他生安嘉欣的气，砸的是安嘉欣，就是眼神不好，殃及池鱼了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本来想漂漂亮亮的来接你，结果搞成了这个样子，还被那么多同学看见了，以后我怎么混啊？没事，有我在，没人会想你。你头发是不是没洗干净？还有股奶油味儿。不可能，我洗了2遍呢。我帮你洗吧。安嘉欣找你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以前那些事儿。找我求证是不是喜欢过他，想向我道歉。你怎么说？
以前喜欢过，早就不喜欢了。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今天约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就算你不约我，我也会约你。我做了一份实验报告，今天晚上会有狮子座流星雨，要不要一起去天台观测观测？真的吗？流星雨？那你是要做什么实验吗？那你要约我这个学渣一起去？你确定？我很确定。所以你有没有空？有空有空，当然有空。那就好了。